这个墨迹还没过呢。对面正在召唤他们。那个不是个头马吧？又往回走了。别说那边真的是在等，如果说那边要真的扭头就走了，肯定这边也没有了。他们有信息传递的，肯定的，或者是他们能看到对岸的动静。Do they have a leader in this process? Yeah, but when the leader is so coward. Yeah, coward. That one is a leader, right? The one that、Which、is going one? Back. Yeah, you see the crocodile is still fighting, yeah? Yeah. Oh, yeah. 张如广，你说要照照啊，在那翻腾呢，看见了吗？我这都看。照嘛，你照嘛，这是还在折腾呢，你看。你是一条新线的呀。这那个啊，对。你看，你往那边看。看在哪来着？这个。你看那个啊，对，起码有两个。还在折腾。两只啊！我觉得我看见了两个。鳄鱼 ，crocodile。你看，有一只游到大概中间这个位置来了吧？是吗？这个头马太胆小了，它在那边折腾着，看看。头马不能随便牺牲。所以小 baby 有时候真的不知深浅。他第一个在底下游过，结果你看第一个就被他就把他给吞掉了。哎。不，没有意识有这种危险性。那个是不是头马？往下走，怎么能看得出来呢？它有什么特点？这里好多马跟着它。刚刚就是它扭头往回走。你都知道。那犹豫不决呀，这是。加油！他们其实也是，要是不能一鼓作气上去的话，中间肯定有一只马要什么。挺磨叽的，他们现在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动啊。哎呀、哦，你看那边，哎呦喂！已经我看到两只鳄鱼，好大一只嘴呀、啊！哎呀，多了啊！